我李尖尖今天来例假啦。哎呦哥，送了我一件衣服，它是白色蕾丝边的，好好看哦。哎，小哥，你干嘛呢？漱口之前一样。你好，唐灿。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你居然是我的邻居。上次在电梯口遇见，我就觉得你特别眼熟。大意了。很像我下一个男朋友。原来你说那个。你